手被你紧紧握着，梦渐渐有了颜色，爱越是不舍越害怕离开。别说话，就这样拥抱着，让时间停泊在这一刻，不要流泪，如果星星会坠落天空，依然还会有雨。卖花的人告诉我的，只要在水里搁一点盐，花根就不容易烂，这样花就会开得久一点。好看吗？啊，好看。可惜啊，不管怎么爱护它，它都不会开太长的。歇会儿吧。我去给你沏点茶。不用了。对了，我有事想问你，就那天我大哥来这儿干什么？他就是来看看我，没什么。啊，你大哥是个好人。我知道。哦，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回我公司。我不回去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那你去哪儿？我哪儿也不去。我就是累了，想在家里好好休息。这样也行，反正有我呢。不是，我主要是担心时间长了你觉得没劲。可能吧。我们结婚吧。我不想。你要是暂时没想好，是永远不想，永远不想，永远不想。这就是你给我的答复。是。我等了你这么长时间，我把六号院都买回来了，这就是你给我的答复。是。告诉我为什么？你给我个答案。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，这不是理由。是，不是？是。
这就是你想要的。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你一会儿让亮子送你回家吧，明天早上让他接你上班。那你呢？我出去一趟，晚上不回来了。哎呀，马总，你可是少见呐！啊，你要么在那跑长途的车上，要么呢在自己的老婆床上。今天你怎么不回家呀？我出来散散心，不许啊！问题是你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呢，平时你死看不上我们呢。我就是想跟你们学学坏。哎呀，回家吧，我再叫个人来，我们不缺你这排搭子啊！哎，干嘛呀？怕我不给你们钱啊？我就是想看看，你们天天在这玩，这麻将桌上有什么东西勾你们魂儿？抛家舍业，整晚不回家了，来吧啊！行，既然马总有这个雅兴，嗯，咱就玩四圈。四圈。于总、杨总，这钱你们仨分了吧？啊，干嘛呀，马总？瞧不起我们三位啊？是不是？你赢了就归你，这是规矩。不是，我真不是来赢钱的。不是赢钱才赢呢，这就叫赌博，知道吧？行了行了，马总，拿回去。昨晚你怎么没回来呀？昨跟李总他们谈事儿。睡了吗？没睡。我跟这靠会儿，你出去把门给我关上吧。咱今儿可说好了，我把上次赢的钱输完了，咱就散了啊！什么意思啊，马总？啊，合着我今天支这牌桌子，就是为了赢钱来了？小气！哼，先说好了啊，玩牌不提输赢，就图个乐，是不是？我先来。你再看看这合同还有什么要改的。有这种事儿你看着办就行了。进来。马总，这是50000块钱现金，您签个字。来。
老二、老三回来了，二哥、三哥，嫂子，嗯，嫂子，正好坐下一块吃点，我还有两个凉菜呢。好嘞，快坐下。甭忙活了。哎呀，我们随便吃点。怎么样，书呆子？校园生活有意思吗？怎么没意思？你又不是没上过学。你哥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啊，就天天想着能提前毕业。哎呀，哎，你们俩喝点酒。 哎，那嫂子，大哥呢？出车跑长途了。嗯，前天还看见他呢。昨天刚走的，才好几天才回来呢。哎，喝酒来。我不喝，我待会儿开车呢。三儿，你喝。我也不喝了，我也得回去了。啊，没事，我捎你。喝。来吃。走了，大嫂，您早点休息啊。二哥，你觉不觉得大嫂刚才有点不大对劲儿啊？我昨儿见着大哥了，我看见他跟几个打扮的像老板似的那人上一饭馆吃饭来着。 你看大嫂说话支支吾吾的，三儿，不会老大真的干了什么吧？他能干什么呀？他干什么，这是他自己清楚。他如果干了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儿，他虽然是咱大哥，我们也不能不管。哎，二哥，你不会想说是大哥在外边找女人了吧？ 不会吧，大哥不能干这事儿。不是，你看出什么蛛丝马迹了吗？你呀，老大原来让你天天盯着我，你天天盯着我，我出事了吗？俗话说得好，蔫儿出豹子，没准大哥最后给咱们一个巨大的惊喜。这个惊喜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答案我得问你要。你是警察。 马总，我看这劝你一句，你不能再玩了啊！你现在心态不对。今儿晚上谁都不能走。你现在不是玩，是想玩命翻本儿。可赌桌上这一条是铁定的，越输越像翻本儿，越输啊！啊！啊！冯科这批货啊，您赶紧给送过去啊！记着把上次那笔款给追回来啊！啊！小刘，这个钟海的，今儿给送过去。对了，还有这个，就这，这个一块儿给送过去啊！啊！啊！那我们走。哎，好，注意安全啊！ 老二，有事儿啊？大哥还没回来。没有。这长途够长的，手机也关机，是跑长途了。我大哥就没出长途。 护着我哥，给他留着面子，都理解。可真要出什么事儿，咱们后悔都来不及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其实这事儿吧，不怨他，都怪我。不管谁帮我，也帮不了我比他大那么多。他现在越来越有出息，我跟他在一起，不般配了。话不能这么说。那人做事都得看站不站理。我理解你大哥，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免不了。这话说的不对啊。这事儿搁哪个男人身上都免不了，可搁咱们家男人身上就得免。免不了也得免，没有你就没大哥的今天，也没我们的今天。谁要不承认这个，那就对不起天地良心。嫂子，你也别蒙我了，我哥是不是跟谁好上了？那么难开口。没有，我只知道你大哥没回家，至于他去哪儿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这话我真不愿意说。是不是跟花蕾蕾有关系？没有，这个绝对没有。我说也是，不可能嘛，大哥也不是那种人。对，你哥不是那样的人。那为什么呀？你们生气了？还是因为你疑心呢，他感觉到了。哎呀，我总是怕。那可能就是你的不是。那怕，有什么怕的呀？哎呀，哎，三儿。哎，二哥，我告诉你啊，大哥和大嫂之间肯定出什么事了。上个星期不说，这个星期货运站一次没去过，家也没回，手机也没开。哎呀，我这也是一堆事儿。那你说，大哥能去哪儿啊？那我要知道，我能问你吗？我猜啊，我猜，你说大哥是不是心里有点苦闷？苦闷？谁心里不苦闷？苦闷了就能胡作非为？他要把嫂子泡半道上，我可不答应。那你说大哥会不会有人身危险啊？让人打劫了？因为有钱惹祸上身了？惹祸上身是肯定的，祸是什么祸就不知道。你不是警察吗？要不然我能问你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那实在找不着，那只能报警了。这账上怎么就这么点钱了？这几天这公司进项怎么少这么多啊？行，你先过去拿50000块钱现金吧，去吧。好的。你现在怎么需要花这么多钱呢？我就是花了，怎么心疼啊？这几天去哪儿了？也不开手机。我有我的事儿。你不开手机，那公司好多事儿都没法跟你商量。你去哪儿了？我们不想问，可是你得让我们知道你安全吧？没音没信儿的，老二老三都急了，到处找你。我能死去啊？我怎么样你不关心？那公司怎么样你不得不关心吧？万一公司有点什么事儿，你总得让我们知道上哪儿去找你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是回来了，那我就不能问问你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我干什么事儿还得向你请示啊？你说你这么长时间才回来，那我要是不问问你去哪儿了，你不觉得我不关心你啊？肖总，马总回来了，咱们的车让人把货偷了。谁押的车？我，还有那个。你干什么吃了？公司发你们工资，让你们押车，平安去平安回，不是让你沿路看风景？还有谁跟你一起？
大明在半道下车了，他明天娘俩就跟家待着，别来了，永远都不用来。他们货车在沈阳那段停车吃饭的时候，货让人给偷了。车上放的什么？大米。几袋大米偷就偷了，还好我大哥他老人家完好无损的回来了，还能打人，说明啊他没少没缺什么。行了，你就忙吧。行。大嫂，有事儿啊？大哥呢？他不在。哎，我不听说他刚回来吗？又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他没说。啊，没事，那别人给他武夷山大红袍，撇一半，尝尝。今天我还存在，我又度过了一天。也许是死亡来临，一个人才能清醒地意识到，人生本来是一场梦境，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，才来才去，到头来终是一场空。这一点，迷梦中人谁能了解？来忙去，你天天就整理这些单子，找张提货单怎么那么难啊？他们都是这半年前的货了，不来提货，我这每天公司进账的单子都上百张，你说他们半年过去不来提货，可不货来货往的，我就堆成山了吗？这儿再多单子，你给他分分类啊，提货的放一块儿，没提货的放一块儿，这么简单事儿不会、啊？我现在这些就是都没来提货的。大哥，你先别跟大嫂发火了，你去办公室等着，我帮着找。大哥，找到了。大哥，以后你能不能别跟大嫂发那么大的脾气？大嫂都哭了。谁干的这事儿我也得骂他。对货单对货单，就对货用的，啊，人来提货了，单子没了，不找骂。大哥，你看你公司现在也不小了，汽车都开上宝马了。我觉得你应该和二哥那儿一样，都用电脑管理，用电脑管理就不会错了。就你二哥初中毕业的水平还用电脑呢，那都是英子弄的，招人的。你们公司也可以啊，现在好多单位啊都用电脑管理了，就连那些好一点的饭店都用电脑了。复杂吗？不复杂，你们的工作程序不复杂，到时候我给你设计个软件，很快的。大哥，你办公室里不是有文件夹吗？你看啊，电脑里面啊也有文件夹，双击鼠标啊就可以打开了。看见这个表了吗？每天的账都在里面，出货入货一目了然。哎，这好啊，哎，一眼就能看见每一笔账啊。这个软件啊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把每一天的账只要记录和对过以后放在上面啊，就永远存在这里，谁都改不了。那我想改也改不了，就是我想改啊，也改不了。你都改不了？改不了，就是要改的话，上面也会留下痕迹的。大哥，到时候我再拿硬盘给你复制一份，万一电脑出了什么毛病，或者停电什么的，你的数据啊也不会丢失了。这我知道，有备无患。可我这还得从头学电脑啊。
活到老，学到老嘛。我们还接人吗？不用，那些人已经到天津了，咱俩抓紧赶回去就行了。哎，我说英子，你们公司的人不管你啊？你成天这么往外跑，哪能不管啊？我每次出来都是请假。那是你们公司主管有问题。这要是我，你如果是我的手下，对不起，你被开除了。我现在就是中方主管，开不开除谁，我说了算。瞧你那臭美样，你这是在外面干副业，你们老板知道了该怎么办？哎，你要有良心，你怎么不问问我这是为谁啊？要不是你的事儿，我根本就不管。花蕾蕾，急着谈事儿吗？你不是说你们要结婚吗？怎么没结呀？哎，不瞒您说，他又把我给拒了。拒绝了？为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他说不为什么。听说一枝花离开了老大的公司。嗯，我也听说了。为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跟你一样，我知道你有十万个为什么想等着问我呢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想问别人呢，可我不知道该问谁。实在是太忙，没空了。你不会是把输的都捞回去了，不想玩了吧？看你说的，真是有事儿。我现在出车给人送货呢，人在陕西呢。哟，大老板还亲自出车啊？这不司机病了吗？老大，你非得亲自去啊？梁子不是病了吗？哎，我们还有别的司机啊，让小钟去吧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货。我熟悉熟悉车况路况。你昨儿都没好好睡觉，熟悉车况路况也不一定非得今天呢。没事儿。新港由南北防波堤环抱而成，航道长28公里，主航道底宽210米，水深15米，10万吨级，接个电话，可全天候出。
15万单级船舶。喂。成套进出港，劫持目前，本港拥有各类货物。正殿。准备手术。谢谢。这钱上看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在这趴着，别让我们心动。这钱。我们都是，都是那个，请您在病危书上签个字。啊啊！您快点，请您快点，我们还着急手术呢。大嫂，您快点，谢谢。哎，您快点，我们整的还手术呢。大哥没了怎么办？一切都有他在，我能是混蛋？我是混蛋也得有家长管着呀。大哥不在了，谁管我们？谁管？那可是我们家长。他要没了，我没有变孤儿。现在想起来他是家长了，啊？平时你跟他顶嘴的时候，你怎么想不起来他是家长啊？掐吧，你掐什么呀？我没跟他真掐我。什么叫真掐？怎么着才算真掐？一天到晚较劲，你较什么劲呢？争什么呀？这会儿想着他是大哥了，平时你俩打的时候怎么想不起来他是大哥呀？你早干嘛去了？你什么意思你？啊，我跟他是仇人啊，他不是我亲哥。你摸着良心问问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我害过他吗？我害过他吗？我害过吗？我二哥、三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吵什么吵啊？不是少跟我来这套，你们，你们心里难受，你们撑着我来，我不难受，我不难受，我。大嫂，要是大哥没了怎么办？要是大哥没了，找你大哥，你大哥他没事儿。大嫂，你去那边休息会儿吧。坐着吧，嫂子，你得攒着劲儿，等大哥出来了，你还得照顾他。我没事，就这么站着，我心里踏实。
你大哥一出来，我就能看见他了。我就这样站着，我就这么等着你大哥。哥，快回来吧啊！哥几个没一个娶媳妇儿，你说你这么走了？有他们当家长的吗？当家长当一把撂挑子，算怎么回事？你去爹妈那边，他们也不答应。哥，大哥，哥，哥，你睡了九天，你魂飞天外了。我们怎么叫你都不答应我们，美了吧？啊，腾云驾雾的美啊！咱以后可别这样了，咱都当老总了，怎么还自己开车跑长途啊？让人笑话不是？哥，啊，在，在，浑身痛，能不疼吗？那肚子缝的跟足球似的。什么时候还事儿事儿的？让他在这守着你。大哥，二哥说的对，你啊，现在就好好休息。啊。哥，大嫂守着你九天，都没合眼呢。闭上眼睛吧，啊，别说话了。你这是回来了，你要是不回来，又没兄弟几个。哎呀，二哥，说点让大哥高兴的话。行了。不烧了。大嫂，蕾蕾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听公司吴会计说的。大哥，我给你带来了鲜花，你闻闻香不香？我给你插上啊。你好些了吗？挺好的，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吧。嗯，怕不怕？不怕，就好像是脱了一层厚衣服，一下子很轻松。医生抢救我的时候，我都看得到，就是一点都不觉得疼。
不疼。不疼。就像是脱了一层厚衣服，很轻松，很舒服。可醒来之后，就觉得疼。人活着要学会放弃，走的时候其实什么都带不走。带不走，不管有多少钱，有多大官，有多大名气，都带不走。一切仿佛就是昨天，你像天使落在我眼前，还在我心中蔓延，像绚烂的光线，在那一瞬间就注定了永远。岁月如烟飞逝的的诺言变得沉甸甸，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走到我身边，我要让你绽放最幸福的笑颜。爱就是勇气，就算尝遍所有的悲喜，没有人相信还会有延续。爱就是魔力，只要看着你清澈的眼睛，心就变得透明，又像是第一次相遇。一切仿佛就是昨天，你像天使落在我眼前，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走到我身边，我要让你绽放最幸福的笑颜。爱就是勇气，全世界笑我都不在意，没人能代替，我只为你伤心。爱就是魔力，为你放弃一切我都愿意，在我的生命里你是